车你要不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？市长好，市长好，我们现场的贵宾们、长官们，我今天穿高跟鞋，所以应该我们差不多高。还有各位，还有各位乡亲们，很高兴见到你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掌声在哪里？欢迎。好了，那这个我们今天看到，其实右边的板板看到台南假虾米，台南有非常多很棒的美食。那其实，在我们戏里都看得到，包括台南人早餐必备牛肉汤，对不对，市长？牛肉汤是。所以你在戏里面这样吃了怎么样？是哪一个？哈？这么多美食，你最难吃的是哪一个？我这样不，你这么不会，因为你没说哪一家。哦，没说哪一家，哪一个你觉得印象最深刻，是你最喜欢哪一种食物？对，牛肉汤。牛肉汤哦，啊，我们请那个卢科服务员这边要买单哦。开玩笑的啦，感觉在台南吃牛肉汤好像随便吃一家就好。